2022年中秋节将至，昨天央视中秋晚会首播阵容官宣，今年央视中秋晚会将在9月10号晚8点准时播出，晚会将以粤文化为主题，最让人期待的还是晚会的嘉宾阵容了。晚会组也公布了首播嘉宾阵容，李克勤、周深、毛不易、凤凰传奇等将会参与晚会的演出，届时晚会以歌舞交响乐、戏曲、说唱、情景表演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大家会期待央视中秋晚会吗？嘉宾老师，建筑物是吧？好嘞。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青春充满了不眠，只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谁是网友最关注的嘉宾人选呢？热搜榜结果显示，阵容官宣2小时内，周深成为最多网友关注的受邀嘉宾，人气呼声最高的周深，他的天籁之音跟中秋晚会的气氛很配呀，期待周深的天籁之音。只有真正了解周深，才能感知到他身上的能量，而他的能量来自于所有喜欢他的人给予他的信任与支持，这样双向的感情付出很难得也很珍贵，因为真诚换取的也是真诚。他自己对于所有歌迷和生米的夸奖会感到惊喜和害羞，而不是理所当然。他也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的荣誉和奖杯不仅仅属于自己，里面包含了太多人的支持，所以他始终以感恩之心待人处事。他乐观真诚的态度影响到了很多人，他的歌成为了很多人心里的光，他的努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老艺术家以及工作伙伴的肯定。也许未来的很多年里，他会成为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但无论未来怎样，只要他一直唱，我们就会一直听。每次演完之后下来，第一反应会问身边人我唱怎么样，因为我有的时候在舞台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唱什么样，所以我会愿意听一些比较客观的。但是我觉得又很幸福，有歌迷们他们就是会很有善意吧，就会说你很棒。对，我唱错词了，谢谢。你如果回到某个阶段，你会做一个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吗？或者是想回到过去跟以前的自己说什么？我想了很久，就觉得不用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一路经历的是他该经历的，而且他值得经历的。现在的我一直都非常感谢之前勇敢的我，害怕的我，不敢出现的我，但是又努力去跟自己自我斗争的自己。而且哪怕你只是有一个念头，你想去突破，你想去做，你就已经收获了一个更勇敢的自己，因为你敢去想，你敢去尝试，一步一步下去，我相信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非常强。所以为什么不呢？就是我要唱越来越多的歌，然后遇到好听的歌，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自己的表达去表达它，因为我也在传递我的理解，说不定听这首歌的人就跟我共频了，我们就有着同样一段情绪，同样一段情感。每一次看到周深在表演结束之后深深鞠躬感谢听他唱歌的观众，感谢一路陪伴他的生米，我都深有感触。
周深最大的愿望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每一个舞台他都真知惜之，每一次都全力以赴。他说他能站在舞台上唱歌，要感谢喜欢听他唱歌的观众，要感谢一路陪伴他的生米，感谢欣赏他认同他的业内老师。所以每一次舞台结束，他都会深深鞠躬表示感谢。娱乐圈这个名利场，有多少人红了以后就飘了，不要说90度鞠躬了，就连点个头都是敷衍的。相形之下，周深的鞠躬就显得难能可贵了。那么多声谢谢，那么多次鞠躬，真挚谦恭的周深就是我心中闪闪发光的他。很多网友说，娱乐圈有很多喜欢的艺人，但却只粉上了周深。问其原因，说的比较多的是，他是我理想中自己想成为的样子。甚至有网友说，其实不是周深需要我这个粉丝，而是我需要周深，需要周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世界是公平的，只要你愿意并坚持付出，就会实现梦想，获得成功。这世界太复杂，周深也许偶尔会迷茫，不知道能否唱不出传世的歌，也不明白未来是什么。但愿周深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粉丝所累，不为别人的期许所累，不问去路，不问来途，坚持初心不改，始终做心目中理想的自己。请相信，粉丝们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累了就歇歇。其实每一次其实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有什么话可以对你的生迷和对你的歌迷们说，但其实想来想去就是感谢，真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能够陪我去成长，然后我们一起去寻找那个自己喜欢的自己。对，也希望你们永远可以和我在这片森林里做那个最快乐最轻松，哪怕有一些别人看起来好像很可笑很好玩的梦想，我们依然敢去冲敢去闯的那样一个小精灵小动物。然后好像说今天是夏天的最后一天，我觉得一定会在我的记忆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一幕，因为在这一幕卡布和周深同时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唱歌。然后比较熟悉我的呢，当然也都知道刚才